Thank you so much, Robin Li, for joining us. We know that carbon neutrality is high on the agenda at the two sessions this year.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that China will take orderly steps to achieve peak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So from your perspective, which problems are we facing in China in the green and low carbon transitions, and how do we facilitate this process? 我们现在看到的统计呢，交通呢是碳排放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类别啊，就是仅次于工业啊，还有这个建筑啊，所以是第三大的这种排放类别。有说是占9%的，也有说是占12%的，总之是很大。如果我们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交通的效率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碳排放。当然呢，就是说交通是整个经济当中一个相当大的这个领域哈。我的这个测算啊，就是汽车的这种销售啊，汽车的养护啊，加上汽车的保险等等，加起来可以占到 GDP 总量的16%啊。如果说我们能够让交通的效率提升15%的话，就意味着每年对 GDP 的贡献呢有2.4%的这个贡献啊增量啊每年啊。如果是能够让交通效率有30%的提升的话呢，那么对于整个 GDP 的贡献就是能够有4.8%每年，所以呢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当这方面的效率有提升的时候，我相信它也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这个效率的明显的提升。You've been talking about smart transportation. So what is smart transportation? Can you picture our future with intelligent vehicles and roads? And how is smart transportation evolving in China? 好，那我先讲一下智能交通哈。智能交通是我最近这个一两年吧，花了比较多的精力来研究的。当我们讲这个智能交通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先实现了无人驾驶，那么才能够有更智能的这个交通，才能够提升交通效率。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在一些城市的实践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实时的调整信号灯的这个变灯的时间，就可以明显的提升那些个路口的通行效率。与此同时的话，随着新能源车的这种普及，那无人驾驶这个汽车它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也会使得交通流呢变得更加通畅。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比较匀速的环境当中呢，交通效率是最高的。美国的这个科学杂志有一篇论文就讲这个事情啊，大概每14辆车当中，如果有一辆是无人驾驶汽车，那么就可以在它实验路口的这个通行效率上有50%的提升，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So you've been saying that smart transportation solutions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thus curb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and how will it help us go carbon neutral? 我们推算呢，就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让交通的效率，整体的效率呢，提升15%到30%左右。那么通行效率的提升，就意味着人们在路上的时间变短，所以不仅意味着效率的提升，也意味着就是更加绿色，那么能够降低更多的碳排放。这个主要的依据就是说，智能交通可以提升交通的这个效率，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相对应的因素，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普及啊。现在这个燃油车还是占绝大多数，那么新能源车现在正在迅速的普及，而自动驾驶呢又会反过来促进新能源车更快的普及，因为自动驾驶是基本上这个技术都是基于新能源车在开发的，因为燃油车呢它还是一个机械系统，反应比较慢，所以就是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那么自动驾驶的普及会使得新能源车更快的这个普及，也因而呢就能够更好的降低碳排放。You also propose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I, saying it can empower the gradual restoration of humanity to a low carbon society and eventually get us to carbon neutral. So how can we achieve that goal? And which proposals did you put forward to accelerate its development? AI 技术呢，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都可以帮助碳排放的这个减少。
我们在很多领域，在比如说能源领域，在水务，在工业互联网等等领域都可以看到，就是说一旦深入到任何一个行业，就是用智能的技术呢，可以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效率有比较大的提升。效率提升一般会意味着能耗的降低。具体到比如说今年我的一些提案，涉及到比如说数据中心。那么数据中心其实在不少人的眼中，它是一个就是对能源消耗量比较大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数据中心的这种效率，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啊。这个专业的词叫做 PUE 啊，就是这个能源的利用效率。那么平均的水平可能是在 1.3 左右，我们呢可以做到 1.0 几，那么这个就可以大幅度的节省能源。与此同时呢，就是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啊，总共占全部耗电量的2%左右，但是呢它支撑了我们全部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在 GDP 当中占比已经到了30%多。所以从这个能耗比来说，它还是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非常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各地呢不要单单的去看这个耗电量是多少，而是看单位 GDP 的耗电量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这个优化。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更加努力让这个电呢变得越来越绿色啊。今天的电我们可能70%都是化石能源生产的，未来的话这个绿电的百分比越来越高的话呢，其实我们在用电上就可以更放心一些。